阿芳，我问你啊，一只飞行中的鸟是动还是不动？在飞的时候在动。每个瞬间，这只鸟就占据了一个空间，对吧？好像是。哥哥不在，但是那条路还在。你开口闭口都是钱，你懂什么叫爱啊？所以你觉得它在那个瞬间是动的吗？不动的。 啊！这个瞬间不动，那下一个瞬间呢？